事跟我孙媳妇吵架了啊？他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在亲密的关系当中，我总是最先被舍弃的那一个。伟安，你错过的风景我替你来看。喂，你好吗？这不会是尼鲁大桥吧？听说每年都有一天是亮灯节，只不过我来拉卡亚那么久了，都还没有机会去，感觉好久没有这么舒舒服服的享受安静的夜晚了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需要静静的欣赏这么美丽的星空。你答应过的，说好的一起看尼鲁大桥的，你又当逃兵了。爷爷，云珍啊，怎么着？我听你爸说你没有申请援助延期呀？为什么呀？是不是跟我孙媳妇吵架了？啊？他走了，不在拉卡亚了。为什么呀？爷爷，你说我运气是不是特别差？在亲密的关系当中，我总是最先被舍弃的那一个。谁说的？爷爷什么时候舍弃过你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在拉卡亚生活的不开心就回来，爷爷在家等着你。好，行，爷爷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挂了。字为什么会在桥上？1月12日，我的生日。原来，这才是你送我的暗夜彩虹。原来你从来没有抛弃我。是时候。该回去了。